试下咖啡甜。哇！最冇咖啡味嘅咖啡。本餐厅不代表新加坡立场及意见。哇！哇！还有一个小白虾饺。你广东话嘅。Hello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睇 Patrick C 嘅影片。今日我哋冲出香港，为期四日嘅新加坡之旅。咁点解会有呢个旅程呢？就要多谢 Ubisoft 邀请我去新加坡参观佢哋嘅游戏工作室啦。所以咧就有今次嘅旅程啦。咁除咗去睇佢哋嘅工作室之外咧，我仲会去环球影城啦。事不宜迟，我哋即刻上机开始今次嘅新加坡之旅。Let's go！ 呢个系今次我哋搭嘅飞机，咩话32岛。呢、这个就是我哋今次嘅座位啦，就期啊！不过都有窗口位坐，仲有芒可以睇戏添啊！有飞机餐，系海鲜咖喱饭，好耐未试过搭飞机有嘢食啦，睇我几 enjoy， 系人生食过最腍嘅西兰花，一夜就扁晒。传说中好出名嘅国泰餐包，唔知系咪喺高空特别好食？俾大家睇下风景先啦，高空30000尺，终于见到陆地啦，干咯，登陆新加坡啦，各位，恭喜我哋成功登陆新加坡啦！我啱啱先咧落机咧，个飞机同嗰个接口咧系有条罅，系咁喷啲热风入嚟啦，已经热到黐线，30几度，玩咩啊，大佬 ？OK。哇，好热啊！佢我哋咧已经拎咗我嘅行李啦。哇，我想讲咧，呢度系劲靓，我唔知点解人哋攞行李嘅地方系咁样嘅，黐孖筋，劲多嗰啲植物啊，上面有啲闪灵灵嗰啲嘢吊喺度咧，劲夸。不过乜都系假，呢度真系好鬼热。本身我香港着住件烂衫，我肯定唔会着到。啱啱先搭飞机咧，隔篱有个姐姐同我坐啦，佢同我讲话新加坡咧其实系冇春夏秋冬。32度，每日都是橙色的。啱啱先到步，谂紧食咩？因为我食个飞机餐，我就拣一个多士，闻名海外的应该是芥兰啊，就重点是咧，其实都不是很贵，15蚊一个餐，住喺机场喎，成个牛油，我一定减肥啊！啲人话嚟到新加坡条食咩？食牛油大喎，呢班友系。這個呢个咧，佢个名叫做欣欣包。点解要嚟新加坡食包呢？就因为佢哋有独特嘅食法。大华纯酿酱油啊！首先咧要加豉油落啲蛋度啦。哇！老实讲得，但系食过嘅人系话好食嘅。就系呢撇豉油蛋汁啊！哇！你试下先。当地嘅食法咧就系将个多士炸啲豉油蛋汁啦。好似玩紧食物咁样。好食 ，OK 嘅真心，都冇谂过食鲍鱼点豉油，但系好食。其实可能唔点仲好食。我呢个咧呢皮咁嘅嘢有佢存在嘅价值。你唔食斋食呢个？斋食呢个？豉油捞蛋喎、啊，大佬。哇，认真呢嚿。煎蛋豉油咯。我覺得 OK 嘅，你身劣食，唔係，但唔係呢度唔劣食，講翻先。我中意試個陰陽包啦，正啊，勁多芥蘭醬，不過都係減肥人士嘅黑色啊。呢件事好誇張。麻麻地啊，呢個似我哋食開食物，呢個好奇怪。我下一個環節啦，就係呢個新加坡相當聞名嘅奶茶同埋咖啡，佢哋叫 coffee 同埋 tea， 我嚟試一試先。哇！糖尿版，糖尿版，正常奶茶茶同奶嘅比例啊嘛，呢個係加咗一份糖茶同奶嘅比例，糖勁多，奶勁多，茶勁少。3:1。呢個唔得，呢個奶茶，試下咖啡先。哇！最冇咖啡味嘅咖啡，我要帮新加坡
澄清，真係唔係咁樣嘅。本餐廳不代表新加坡立場及意見。係總括嚟講咧，第一餐我哋食咗啲好奇，唔好咁講，唔好咁講。食物是很好的，是那些咖啡奶茶真的太甜，我想是纯粹餐厅那个调教的风格不同。吃饱就出发去酒店啦， Let's go。 哇，好啦，各位观众，我们来到我们的酒店房了。首先来个简单的 room tour 先，跟大家介绍这个呢是门口来的，那向下呢就会开门的了。 Brand人哋啲 room tour 系点嘅咧 ？OK， 我正经少少先，好，俾大家睇下个间局先。首先都系门口啦，跟住之后咧就有条走廊仔，左边咧就系厕所同埋淋浴间。如果同朋友嚟咪好尴尬咯，磨砂玻璃，你永远都会吓、若隐若现见到你个 friend 冲凉。咁呢个厕所啦，跟住出翻嚟走廊咧就会见到右边咧个洗手盆系放咗喺厕所出边嘅。系呢度有个掣喎。哇、哦！然之后咧，洗手盆有一样嘢好狂伤嘅系，出边咁鬼热，到底开出嚟嘅水系冻定系热嘅咧 ？OK， 系冻嘅 ，good，yes， 一个人瞓一张双人床，正。跟住之后仲有呢个书台部分，原来新加坡都系用紧呢个英式嘅插头噶，咩都系噶，最紧要系张床。哇！爽，借我屋企个窗，我屋企瞓地下 ，by the way。然之后仲有一样嘢，我觉得几有趣嘅，就系咧，见到后面呢度有个圆形嘅窗，貌似系打得开，我想开嚟睇下。Nope， 系唔准开嘅。哦，冇得呼吸新鲜嘅32度嘅空气咯。但我想讲呢度咧个楼层几矮咧，望到下边嗰啲人。嗱，呢个就系我哋个窗啦，一望你就见到有个人喺度啦，但系唔知佢见唔见到我哋嘅咧。我估唔会吧。好啦，就系、是、咁样啦，呢个 room tour 放低咗啲行装咧，就再出门口准备去食个晚饭啦，叫珍宝蟹，听讲系游客必去嘅地方之一啦。有一样嘢系改变唔到我心情，就系、是、呢个温度，个天开始阴啦，29，做乜鬼？呢个系新加坡嘅地铁，叫做 MRT。呢个 trip 系 sponsored by 收皮，系因为呢条友搵唔到垃圾桶。哇，好有趣啊！發現了新大陸喎，原來呢個新加坡的地鐵是用信用卡直接派入去的，你是不用申請任何交通卡的，我在這個地方。話說各位觀眾，我在這個地鐵的時候呢，發現到這個座位旁邊有粒掣，好吸引喎，佢凳嗰度都有粒掣，放喺度兩嚿，似唔似掣啊？掣嚟嘅，實心嚟嘅，要我哋不停冒住俾人驅動，去研究人哋啲嘢。架车要停啦，到底呢度会唔会着灯咧？系，点解要整个咁嘅好似掣嘅嘢度？各位观众，原来咧，我系坐紧翻会座，我系唔知喎。Show your care over the seat 系呢一张 ，exactly 呢一张。嗰个掣就系叫人让座咯，即系可能有人坐喺度，跟住过喺度揿，喺你隔篱揿呢个掣，佢就要起身。Station 系，跟住我就起身，就要让张凳出嚟。呢度系物本系劲贵咯，1000蚊、500蚊、5000蚊，使唔到。系啊，唔好食佢就系。我帮佢拎先拎佢啦，争啲线亲喎，真系太慢啦。我终于揾到我哋嘅旅游景点啦，个鱼尾狮。话说我啲同行嘅同伴，佢喺去佢嘅酒店路上见到只公鸡，好神奇喎！你知唔知？各位观众，我哋嚟到餐厅 Jumbo Seafood， 我谂住喺侧边行下，好难揾啊！我唔系佢 sponsor 噶，我唔想揸一日啊！哇，嗰个咩嚟噶？远在天边，慢啊！唔好踩到啲草啊！罚5000啊！差啲扑街喎！耶！文化冲击2.0，原来佢哋嘅。嘢飲係又會寫幾多 percent 嘅甜度？啱啱先嗰間咩啤都係咁樣嘅喎，會寫幾多 percent 嘅糖？啱啱講咗10%啊！今次識睇 menu 啊，嗌個2% 嘅嚟試下，係正常香港甜飲嘅味道咯。佢個標籤係綠色2%，綠色好似好健康咁樣。新加坡嘅馬拉蘭青菜，你喺台灣有食過馬拉蘭？馬拉蘭就叫馬拉蘭嘛？有味，不是啊？
香港嗰啲好容易食到濕濕地嗰啲，呢個好好好乾水啊！海鮮炒飯，哇！炒飯好食，勁爽喎、啊！佢係炒到粒粒分明嗰啲，粒粒分明，好食到最後成碗清啊！新加坡必食辣椒蟹。好新鮮，佢個調味唔係好鹹咧，食到佢個蟹個味咯，正喎、啊，真正嘅啖啖肉啊！哇！哇！中風啊！中風啊！好新鮮的感覺，味之根蟹驚啊！呢個蝦真係好啲喎，佢係勁彈牙、勁新鮮啊，五星星啊，勁彈！最後就係食呢個珍寶蟹，哇！媽媽，正喎！你是用这只手揸个钳定还是这只手 ？Whatever, don't ask. OK， 他在问我为什么我在用这个用 手套的。螃蟹是用手套那只拿的、啊。就吃的那么开心，哎，哈哈哈哈，就没关系啦。嗯，哇，蟹肉啊，真的好好吃啊！我而家都想再翻去再吃啊！各位观众，我哋食完啱啱嗰餐珍宝蟹，我哋直接再食。我哋嚟到呢个夜市，喂，original taste less sugar， less sugar 噶，点都系冇真正正常嘅可乐，系要对抗本地人嘅糖尿问题。虽然我哋去到已经好晏啦，但系去到咧都有唔少嘢食。估唔到嚟到新加坡，发现到广东点心，咁有我必食嘅菜肉包、虾饺、烧卖，呢、這个好似好有谂法咧。呢个肉干包啊！我最中意啲香港冇嘢噶啦，咖啡包，有一个肉干包，一个咖啡包，还有一个烧卖虾饺。你广东话？你好，你好。各位观众，我哋嚟到新加坡夜市，我系食点心。首先我哋有烧卖、虾饺，呢个咧系肉干包，系佢哋嘅招牌嚟嘅。咖啡包咧就系、是、你本身想试，我想试噶，我最中意啲香港冇嘢噶啦。咁食咩先啊？烧卖系最稳阵咯，系嚟啊嚟啊嚟啊 ！Yes， 香港人特登出国食烧卖，佢好有肉味喎，几好喎，系唔虾噶？酒楼食都 OK 咯，香港好中意整得好大粒噶嘛，见到虾入边，但系呢个我都几好，点解鱼肉烧卖啲味，但系又有啲似酒楼啲味，但系有啲口感，即系有啲嚼劲，咁虾味咯，啲人睇下先点讲。啱啱先嗰下你已经见到咧，正常咧会黐实，哦系啊系啊系啊，好黏咯，呢个系完全唔黏嘅，爽嘅咯。个皮令到佢方便咗，即系香港系好黏嗰啲咧，系啊。佢令佢方便咗，我黐埋一嚿飲咯。但我覺得個蝦幾好食，肉乾包點樣搞呢個？咖啡先唔知點搞啊？咖啡包提神啊！黑色嘅肉乾包，呢個係招牌。我覺得係正喎，應該。啲嘢。肉乾豬肉乾，我喺人哋門口笑人，喂，好食喎，幾好食！呢啲豬肉乾做餡嘅包喎 ，crazy！ 跟住最後一個，周冬雨啊！你猜猜看，猜猜看，茶叶蛋，不是，饮料，咖啡包，有流出来没有？没有，哇，在 YouTube 上面是不是？对，那我可以这样吃吗？不行，不行，那来，不要，馅料的味道很足，可以哦，我觉得如果来啊，倒是也不用特别点。而家時間已經係去到12:30嘅啦，然後都係未肯翻酒店嘅原因咧，就係我哋特登揾咗間新加坡嘅超市啊，想睇下當地超市咧到底有啲咩可以買到啊！佢哋嘅響鈴叫3秒00卷。各位觀眾，我發現到咧新加坡超市咧呢啲價錢牌全部都係用啲電子價錢牌，跟住係唔會用紙嘅咯，即係唔會印出嚟咯。可能係環保問題，因為啲價錢成日改咧。超市其他嘅地方咧都同香港大同小異啊，冇乜唔同嘅。我哋香港維他奶呢個發生咩事 ？Vita Milk。仲有奇怪口味嘅益力多，我哋喺呢个超市出翻嚟，买到奇怪嘢啦。呢个咧系正版嚟嘅，但系佢哋叫益多，有呢个苹果味、橙味、提子味，我香港未见过。我哋翻酒店试下，有冇试过益多？益多先试咗苹果味先啦，好唔好啊？
冇一日多味，但係有一日多味。娱乐系啊系咯系啊，好娱乐。接受唔到佢冇一日多味啊！佢冇一日多味咯。其实我觉得似娱乐多似清明果添，我有清明果味咩？冇。嗯，我正想讲佢冇一日多味，都冇清明果味。我哋试下个味道啦，晒黑咗一日多，晒黑咗一日多，橙味一日多合埋一齐，应该几明显啦。我唔知点讲啦，已经呢个亦多啲嘢，但系佢个橙就系怡宝橙。系二宝橙味嚟讲，咁我哋最后咧就哇呢个仲只颜色劲恐怖啊！我呢个系最似一个饮品嘅，但唔系一多五分一嘅 course， 但系最似一个饮品，即系佢可以独立开条 line 出嚟 sell 嘅，系子味系最正常味嘅，吓冇冲突嘅又唔系唔知一多嘅点解咧？系完全唔一多，冇话佢一多啊！算啦，一多咧建议大家买翻原味。咁呢度咧就系新加坡 vlog 第一集嘅完结咁啊！我哋下集再见啦，拜拜。其实今条片咧就唔系净系新加坡之旅嘅 day one 嘅，我将几日剪埋咗一齐啦，咁就所以就比较长同埋紧凑啊。咁嚟紧咧仲会有呢个环球影城嘅 vlog， 希望大家留意啦。咁我哋今条片去到呢度先，多谢大家收睇，中意就俾 like、comment、订阅啦，同埋做埋牛欢喜都得噶。多谢大家，拜拜。